尊厨艺德购，厨具购物网，汇集世界知名品牌，你要的厨具精品都在尊厨艺德购。现在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日本原装进口 Izumi 家用电器厨余机，它的设计原理是在干燥式加粉碎式。干燥式也就是说用热风来将厨余的水分烘干，粉碎式最大的优点就是说，别于传统型的厨余机，它只能放置一些叶菜类的啊，不，但是就是不可以放硬度比较硬的，譬如说蛋壳就不可以放。所以说唯一最日本现在市面上就是创新的专利设计，它是采用干燥式加粉碎式。再来一下介绍它的五大特点，它是厨余机业界唯一用粉碎刀做主的，也就是说可以将你的起机厨余减量1-20%。第二个特点就是干燥式，别于传统的用菌种，它所以说干燥式的它的会比较清洁卫生，而且也比较简单方便。第三个特点就是不挑时间，即使你每一个小时要丢一次也是可以的。再来就是不挑厨余，它可处理的厨余种类非常的多，譬如说鸡骨头、猪骨头、蛤蜊、蛤蟆等这些硬度很高的厨余。最后一个特点，18公升的超大处理槽，就是可以让一般的家庭它免于常常在请到厨余的烦恼，一个月大概到一两次就可以了。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厨余的体积，就是我们完成的呈现的样子。而且它有一个安全开关，只要是门一关上，刀作组就可以开始运作。打开门扣环的时候，打开机门，动作就停止。所以这样子也可以避免小孩子不小心开的时候去误触那些刀片。Centos 西班牙顶级厨具。